Oh yeah! Slime!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毛，欢迎收看神魔影片。今天打梦魇级了，梦魇级的四风王入去打，因为对面是火属性，所以我们今天带水队。好了，我看 Wiki 就没有通关资讯，即是没有关卡资料，那我就直接去打了，不理了。反正我打这个关卡，我只需要两张素材，我就可以进化我的四风王。咁主要个目的都喺呢度嘅啫，所以咧就唔紧要嘅，食少少石咧就预咗噶啦，系啦，唔理啦，呢啲叫做豁出去，就即管体验下呢个关系究竟点样先。咁我都唔知会点样嘅，啊唔系，我知会点样，因为我已经打过噶啦，咁亦都打到呢张卡噶啦，系啦，即系打到嗰素材啦，不过就睇下点啦吓。好啦，咁嚟到第二关都仲系小怪嘅，咁小怪咧咁就。可以唔理啩？我谂唔好痛嘅啫。哎，转错咗，不过唔紧要嘅。呢、這个天降嘅数量咧，就一定杀死佢。咁由于呢一关系冇心珠掉落啦，咁就系俾人打咗嘅话咧，就好麻烦嘅，咁回唔翻血啦。咁呢度系佢嘅呢一关难嘅地方啦。咁同样啦，亦都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嗰个天降会吸力啲啦，因为冇嗰种属性嘅猪吓。喂啊，掂个六折，有天降就怼爆佢啦，冇问题啊。喂，死咗啦，斯林武王，惊啊你。好，睇下先，光暗火，咁我睇下先，光暗火有啦。最紧要睇清楚，都有，咁啊打到佢，哇，有天降，喂。咁用水都嚟讲系最好嘅，因为皇冠都系火啦，咁同埋中间敌人好多水嘅，除咗呢只木之外，咁可以，大家小心啲啦，咁样打起上嚟嘅时候就，呢度好烦嘅，要记住自己转嗰啲猪嗰啲轨迹啊，如果唔系就会好拉计。睇下水嗰只打几多先，嗱打5000啦，可以唔理佢，主要集中火力打咗另一只先。咁我求其转啲猪啦，咁多啲水猪会易转啲啊，因为其实我冇心猪，我又其实摆唔到，点讲咧？相遇喺呢关冇乜用嘅，因为我冇心猪噶嘛，所以咧但系冇办法啦，冇其他卡可以用啊，所以我焗住用住呢个双鱼啦吓，双鱼，喂，争啲，哎呀，我就系死啦，唔紧要啊，唔紧要啊，正所谓豁出去。前行漫无边际，我哋喂跌错猪添，消除唔到，喂，嗰下输咗真系好样衰啊！好啦，呢一关佢闪晒啊，闪晒代表佢怼爆我啦。咁呢个时候我要使出运身嚟解数，佢有冰我三粒猪啊，都真系非常嘅多。睇睇先，首先要将，唉都唔使睇啊，佢一定杀我，我估。哎，我转唔到，原来嗰边转唔到啦，唔知啦。OK， 六帕泵啊，食石系唔紧要噶，呢一关应该食石噶，食石你会打得轻松好多，话俾大家听，唔好去纠结咩灵石啊，害你一生啊，最紧要系攞张卡，系咪先？唔好理咁多。啊！拼命咁转，哇！呢个伤害好低啊，冇乜火水木珠。好啦，睇睇，掂。咁仲有一粒咧？哦，三粒火珠冰咗，原来啱先发现啦，就系啦。咦，仲有一粒去边咧？搵唔到佢。好，搞掂。好啦，咁我嘅目标系三粒内，系啦，三粒内就断当自己零食啦。好矛啊，咁样。不过我唔想纠结耐啊，即系呢啲关太难啦。要零石器就系好难嘅，咁开开心心咁样少少石头解决咗佢，咪好地地咯，系咪先？好啦，跟住呢一个咧就系两秒转猪加呢个召唤小怪啦，冇错。麻烦嘅。但系呢一队咧个普攻啊相对比较高，咁就喺打小怪方面咧就会吸力啲啦。哇，你唔好秒佢啊，咁有型啊！秒唔到。轻敌
三冚打一打先，得翻一滴冇咁死吧。Damn yes， 系啦，咁呢个召唤小怪呢关唔难打嘅，因为小怪好薄嘅啫。如果用呢对嘅话，全体一定杀到。好啦，呢只嘢好奇怪嘅，咁佢技能就系50% 以下，咁就会自爆啦吓，简单嚟讲，即系一定爆死我啦。咁我都冇明呢个技能点解嘅，不过因为我唔知点触发佢自爆，我估系你一定要打死佢啦，喺佢 CD 零之前啊。如果唔系就会自爆啦，我估系咁嘅意思。应该问题就不大嘅，呢一队应该够杀嘅，加埋属性双黑，加埋天降。easy。第八关，哇好快打得，复活仔啊，复活仔好麻烦嘅，咁死一次之后就会提升两倍，乜嘟嘟两倍啦吓，咁就复活之后就难搞嘅，咁就睇下要开咩技能啦，技能就一定要开嘅呢度，基本上，嗱转得唔系唔好咧，就你杀手，系啦，呢度尽量目标就系唔俾佢打。不过唔得，太多暗处，我谂都要俾佢摸一摸啊，真系冇办法。冇办法，摸一摸，冇天降，掂唔掂唔掂唔掂，俾佢摸一下，摸一摸下。诶，残血 ，very good， 赚咗啊，残血就赚咗啦。掂啦，哥今次，哇，世界级啊！呢下转珠真系。搞掂啊！食碗面复活啦佢，复活之后就好强劲啦。咁呢度可以谂下用技能啦。咁呢度可以嚟个合体啊，合体就打得痛啲啊。咁考合体啊，呢一下叫做轻轻一个小爆发，推一推佢。咁睇下冇咩技能可以用埋啦，都冇乜啦。咁我就直接转啦，我睇睇先，睇冇咩技能可以用先。第八关可以用燃气嘅，燃气技能唔算好有用喺呢一关里边。其实呢有一些好一点的配对的即是这个哇这个世界级的转不堪。即是如果就算是机士队都有一些好一点的搭配的，不过我实在是没有那些卡了，即是没办法，有些卡我没有打到没了。现在就看看杀不杀到他，有点难。因为刚才 1.5 倍攻之后都还是这样的情况呢，就真的代表应该杀不到的。同埋頭先都轉得好好下噶啦，白康。咁我而家可以用一用雙魚藥技啦，反正雙魚藥技其實冇乜用嘅，用一用佢啦，多啲係啦，多啲咁啊，轉啲一下，好似係。嗱，幾乎轉曬版面嘅豬睇天降，有冇？有，死死。哦，我嗨 ，I'm so high。我呢关咧，我净点讲赚咗，因为呢关我系咪都要死嘅？其实，因为呢队咧，应该挨唔到一下攻击嘅，所以咧呢度就冇咩好做啊，等死啦。咁就尽量转走啲光暗珠啦，光暗珠唔系攻击珠啊嘛。啊，点啊？哇，天降吸力系咁天降。头先我话死，即系嗰下真系靓。好啦，第二粒魔法石啦，已经用咗。好啦，我剩翻一粒嘅 quota， 复活先。我话呢只嘢咧要转去熟啦，因为佢黑我啊。咁水对火攻击力啦，啊唔系水对提升水对火攻击力，同埋变对方系火啦吓。咁就转啦。点？点啦哥？杀 good good， 因为呢个如果唔同属性系会有啲难打噶呢度，喂呢度好笑嘅，佢话将我混乱晒啦，但系其实系冇乜所谓噶，有都系混乱啦。照打，因为我其实都系可以照打嘅，冇影响噶。我睇下先，留翻啲技能一阵爆嘅话，而家可以用啲咩技咧？嗱，呢个两行转做水啦，可以用啦。咁真系唔系嘅，咁呢个技能好笑嘅，就系、是、水其实可能未必真系水咯，咁就令我都好 confuse 下。咁究竟呢个系咪水，系咪真系水咧？
咁样拣开佢先。有天降，有天降点啊？啲心又唔系真系心喎，啲水又唔系真系水，真系好复杂呢个世界。好，再嚟。系、哎、木珠，系、哎、啊，系、哎、啊，死唔死？死唔死？你唔死我死，我死你唔死，死唔死？好嬲啊！残血啊！结果都用三粒啊，分分钟有第四粒会出现。OK， 嗱呢下佢应该死噶啦嘛，咁都唔死啊，真系有啲奇怪啊！我严重怀疑你唔死嘅话开外挂，冇可能。佢呢个根性真系不得了啊！不倒而治，原来附带一个不倒而治嘅技能。好掂，好啦，最后咧就系水火木光咁啦，睇一睇先，齐嘅，水火木光咁都齐。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小心啲啦。睇先呢个不粒一定唔可以用，呢、這个要用啦。好啦，好彩嘅一波秒佢，唔好彩嘅，食石啦。好呢、這个时候要考验我嘅华丽嘅穿珠技术啦。OK， 找到一个挺好的路径、啊、再加上这个转珠时间，诶，这个转珠时间看看，一早六粒呢会痛一点的，但是我有没有一早六粒呢？嗱，如果根据我的路径呢就有点问，没有一早六粒的，那我看看转不转埋那 1.5 倍，转埋 1.5 倍就稳阵一点，但是就跟我路径有点不一样，我要再看看。嗱，那就变成要这样去了，将那粒挖出嚟 ，OK， 应该都冇问题，应该冇问题，因为我有足够嘅时间嘅。嚟，嗱，能够秒到佢咧，就睇紧铺啦。水火木光应该有齐啩，我而家真系唔系讲笑，有啲紧张，食粥食饭睇今次。我而家个路径仲唔系好清晰，掂，应该掂，光咧？光我冇睇到喎，光一系我拎光起手可能会好啲喎，会唔会咧？我唔拎水起手，光起手，我最后归翻埋个光嗰个位置，都应该可以。啊，掂。得唔得咧？够唔够力咧？有冇天降咧？杀唔杀到你咧 ？Yes！ 最尾嗰三秒真系好紧要，因为冇嗰三秒咧，未必转到六粒。啊，其实我睇咗路径咧。不转六粒在一起会简单很多，因为要将六粒连在一起呢，这个感觉是难很多的。成功了，第一次乡亲父老。好了，那我的目标已经达成了，三粒已经很好了，那些成就那些不需要，我看这些是浮云来的，最近要拿到张卡。好的，解放，很开心，有得解放，耶、yeah! 打一只眼仔解放，应该是解得的，是吧？应该是解得的，如无意外应该是解得。我们看一看先、啊、火的妖迹、求其一只按一按开看一下未果，那我用工会锁匙打一只未果回来就解放了。那我们下一集回来就解放我们的小公王，期待一下，下次回来再见，拜拜。